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 喵, 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 喵, 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时要张牙舞爪，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，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。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我要穿你的外套，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想要变成你的猫，赖在你怀里睡着，每天都贪恋着你的最近很喜欢玩的手游叫做《甜点王子二》。《甜点王子二》是由台湾团队研发的一款乙女向手游，游戏结合了恋爱养成和甜点烘焙两大主题。玩家可以委托12名帅气的甜点王子做甜点师或是服务员，一起经营烘焙屋哦。在经营烘焙屋的同时，也可以体验甜蜜的恋爱互动哦。而且这次的研发有特别到日本邀请声优配音，每个声音都超好听的。没错，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游戏里面的装扮功能，不仅可以装潢烘焙屋，还可以装扮角色，而且每个角色都超可爱的。真的，游戏现在已经开放下载咯，马上下载一起来玩吧。